早上好，我超激动的，我已经到迪士尼了，后面就是城堡，全世界最大最大的城堡，呜，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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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希望大家永远快乐，就像在迪士尼一样最幸福的地方。其实我穿少了，好冷哦。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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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这次最最最最想看的，就是复仇者联盟。不知道今天能遇到谁，期待。迪士尼想必大家都来过吧，但是有些人你不一定见得到哦。我刚太激动了，我没想到奇异博士会跟我聊天，他至少跟我聊了有十句话，他们三个，然后我超级紧张，你知道我英语又是有很生疏，很久没有用，就一直在那儿。I don't know。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刚刚是，我为什么摆动作会摆观音啊？我真的下意识摆了个观音，因为他每个人都会跟你交流很长时间，问你各种问题，他会问我你想要什么技能啊，你给自己取的名字是什么，然后他还注意到我的耳环是那个小星球的，然后那个奇异博士还说，他说这是他们的那 galaxy。 刚在里面他们问我有没有什么特殊技能，我没有告诉他们其实我有。再见。如果你刚刚去跟那个头脑特工队合影，你必须要站在他们俩中间，你不能站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一边，因为你站在乐乐的旁边，悠悠就会不高兴。很可爱的一个角色，我要去做那个最火的那个。3, 2, 1, 0。回去吧，回去吧，腿软了。我有一只小猫，令我从来也不起。哇！你跟雪没有缘，算了吧，《冰雪奇缘》跟你没有关系。我现在就赶紧抓紧时间复习一下，我脑海中仅剩的一点英文单词。Your dresses are gorgeous. Southwest city. Great food and great people. You should be ther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我现在居然在全世界最大最大的城堡里面喝下午茶，开心开心开心，呜！ Voice so small, you seem so strong. My arms will hold you, keep you safe and warm.Yes, you'll be